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礼敬彼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在这一次的禅修营里面，我们将利用十个晚上一起来学习一部经典。这部经典叫做《沙门果经》Samanya Palasutam。沙门果经收录在经藏长部的第二经。讲到经藏呢，经藏是由佛陀所说，然后在佛陀般涅盘的那一年，由阿难尊者结集的。在佛陀入灭那一年的与安居的第二个月开始呢，有500位阿拉汉，他们聚集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窟里，进行了三藏的结集。结集就是把佛陀所说的经律等全部重新再诵出来，再背诵出来。在结集的时候，先由乌巴利尊者送出了律藏，然后呢，再由阿难尊者送出了经藏，或者送出了法藏。由于阿难尊者是佛陀的常随弟子，跟着佛陀25年，佛陀所说的任何的经典，阿难尊者都听闻的，甚至在把佛陀成佛之后，在阿难尊者还没有成为随从之前20年所讲的经也跟阿难尊者说了。因此由于阿难尊者本身具有博闻强记的能力，他把佛陀所说的一切法都记在心中。正如阿难尊者自己曾经说过，他忆持了84000法蕴，其中有82000法蕴是从世尊那里听来的，有2000法蕴是从诸弟子当中听来的。这84000法蕴就是指对佛陀教法的不同的分类。那在第一次结集当中，阿难尊者就把佛陀所说的一切的经教、一切的教法都分为5类。其中经文长的篇幅比较长的结集为长部迪嘎尼嘎呀，迪嘎就是篇幅长的意思，长的意思，尼嘎呀就是分类部类，把篇幅中等的结集为中部马吉玛尼嘎呀，然后再按照分类的方法把跟五蕴有关的、跟十二处有关的、跟戒有关的、跟因缘有关的、跟四圣地有关的、跟八圣道有关的等等，都以这些分门别类的结集为 Samyuttanikaya 相应部。相应部就是把内容相同的分类而结集的经典，之后要根据1、2、3、4、5的方法把世尊所说的与数字有关的经典结集为 Anguttara Nikaya 增支部。之后呢，又把其他那些还没有收录进前面4部的经典结集为 Guttaka Nikaya， 结集为小部。小部其实是杂的意思，小部一共含有15部经典。
那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首先送出的是长部第一伽尼盖亚。当时啊，玛哈嘎萨巴尊者就是摩诃迦斯尊者，就通过问答的方式问阿难尊者说：“师尊在哪里开示了？长部的第一部经，长部第一部经叫《布拉玛迦拉苏当梵网经》，第二部就是《沙门果经》。”那这一部沙门果经呢，就是在所有经藏里面的第二部经，是属于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很重要的一部经。为什么说这部经很重要呢？因为这一部经开示了佛陀教法当中禅修的次第，禅修的方法。那为什么称这部经为沙门果经呢？沙门是音译词，巴利就叫萨曼亚，它的词源是萨曼纳再加亚，组合成萨曼亚。萨曼纳是古代翻译成沙门。沙门是什么意思呢？沙门源于字根史拉姆，史拉姆的意思就是群勉、群奋或者奋斗的意思。因此讲到沙门，它是指一切在古印度追求解脱过着出家生活的人，这种人称为沙门。在古印度，凡是不属于正统婆罗门的出家人都可以称为沙门。沙门在古印度分为很多种，从事极其极端折磨自己苦行的苦行外道、裸体外道，到那些主张纵欲的、主张享受的那些，甚至他们认为说触摸女人柔软的身体都没有错的那些变形外道，叫做巴利巴吉嘎，这些都是属于沙门。所以我们现在来理解沙门就是出家人的意思。在古印度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当时呢在中印度恒河流域就掀起了沙门思潮。沙门思潮主要是针对正统的婆罗门教来说的。婆罗门教宣扬吠陀经典是梵天的启示，称为吠陀天启。他们强调婆罗门是至上的，是高等的种族，其他的种族都是属于比他低的种族。而且他还宣扬祭祀是万能的，无论是要求福报、要灭罪乃至要升天等等，都可以通过祭祀来完成、来达成。这些是属于婆罗门教的教义。而当时呢，有很多的人他们并不满意婆罗门教的这种教义，他们追求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他们追求生命的意义，他们在思考这一种生命的价值，然后他们就过着出家的生活。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为沙门。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印度一带的沙门思潮呢，跟咱们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很相像。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在古印度，当时孕育了很优秀的很多的文化，特别是佛教。佛陀的教法。而在
中国在黄河流域一带呢，长江黄河流域啊，当时也孕育了中华文化的摇篮，孔孟思想、老庄思想都是在那一个时期产生的。不过呢，印度的沙门思潮跟中国的诸子百家的思想稍微有点不同。印度的沙门思潮所思考的多数都是生命的价值，如何寻求解脱，如何处理这个世间。而中国的诸子百家呢，他们思维多数都是跟社会跟国家有关，例如孔孟思想啊、杂家、兵家啊、兵家韩非子等等，他们思维的模式、思维的方向跟思维的目的还是有不同，只不过他们相同点就是在古印度那个时候也是沙门思潮就相当于诸子百家的时候，百家争鸣，在中国也是百家争鸣。佛陀也是属于沙门，追随着佛陀过着出家生活的佛陀的弟子也称为沙门。在经典里面我们会看到他们称佛陀为沙曼那果德玛，沙门乔达摩，或者沙门巨坛，就是沙曼那就是出家人的意思，果德玛是佛陀的家姓，就好像我们中国一样，姓张啊、姓李啊、姓黄啊。而佛陀的族是萨迦释迦，就好像我们说到的汉族啊、藏族啊、壮族啊等等。所以佛陀的族是萨迦族、释迦族，而佛陀的家姓是果德玛。因此由于佛陀出家了之后呢，就被人们称为沙曼那果德玛、沙门果德玛。而追随之佛陀出家的，在佛陀的教导下出家的这些出家众们就称为沙曼那萨迦布达，沙门释迦子。我们在座每一位出家人以佛陀的名义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出家，我们都可以称为什么？称为沙门释迦子。当时的出家人基本上都是过着出家无家的生活，他们有的住在山林里面，有的住在村落，有的住在乡间，他们从事着心灵的培育，有时候他们也向那些前来供养他、布施他们饭食的村民们、那些市民们宣传他们的教义，宣传他们的理论学说。因此呢，这里讲到的沙门就是出家人的意思。那果是什么意思？帕拉，果就是结果或者成果。萨曼亚帕拉，沙门果的意思就是出家的成果，出家的结果。那这一部经讨论沙门果经，就是讨论出家，你们出家人出家生活到底有什么结果呢？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成果呢？讲到沙门果呢，在经典里面又有几种称为沙门果的。在大般涅槃经里面佛陀也讲到了沙门果，在大般涅槃经里面讲到的沙门果是指圣果，那是圣子，一切圣子的领域。讲到沙门果一共分为四种，即萨达巴那帕拉、萨嘎达嘎密帕拉、阿那嘎密帕拉跟阿拉罕帕拉，入流果、依来果、不来果以及阿拉罕果，这四种称为沙门果，就是一个出家人所追求的最终的目标。但是在这里讲到的沙门果呢，它又稍微有不同。在这里的沙门果是侧重在今生，
可以见到的。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国王问佛陀说，我们在家人通过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从事工作，我们可以带来今生可见的成果，可以带来快乐，可以维持生计，可以丰衣足食，甚至可以养妻活儿，瞻仰父母，还可以有钱有财，用财物去布施你们这些出家人。那你们这些出家人声称自己修行到底有什么结果呢？有什么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结果呢？那这一部经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那我们先看经文，经文就讲到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王使臣基瓦王子玉的芒果林，以1250位大比丘僧一起。如是我闻是 Evang Me Sutang， 这是阿难尊者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所说的。 Evang 是这样的， Me 是我， Sutang 是听闻，意思是我听到的是这样的，我从佛陀那里听来的是这么样的。 Egang 是一时， Egang Samayang 是一时， Egang 是一， Samayang 是一是时，也就是有一次，有那么一次。世尊叫 Bhagava， Bhagava 是一个组合词，它是 Bhaga 再加 Wand， Bhaga 是吉祥的、祥瑞的，再加 Wand 是拥有的，所以 Bhagava 是拥有祥瑞的人。这是指佛陀，专指佛陀。当然呢，在印度呢， Bhagava 呢也是指一切很多的宗教导师，他们也称为世尊。好像婆罗门教有一部印度教婆罗门教有一部很有名的经典叫什么，婆伽梵歌，他就是 Bhagava。所以在这部经里面讲到的世尊巴嘎瓦，他是专指我们的佛陀住在王使臣。王使臣是当时玛嘎达国摩羯陀国的首都王都，他住在基瓦王子玉的芒果林。基瓦王子玉是一个人名，那为什么这一个人称为吉瓦王子义呢？吉瓦格国马拉巴加的巴黎是怎么样讲？这个吉瓦格呢，是在我们这一部经典里面，他也是扮演着很主要的角色。我们就在这里简单的讲一讲吉瓦格的故事。在佛陀还很年轻的时候，刚成佛不久，当时呢在维萨里城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妓女叫做安巴巴利。这个妓女呢由于很漂亮，能歌善舞，于是呢就被当地的夷方带来了繁荣。当时在玛嘎达国的国王摩羯陀的国王就在宾比萨拉宾比梭罗王，他就听着他的大臣们的建议，于是呢也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培养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叫做萨拉瓦蒂，萨拉瓦蒂从小就培养她唱歌啊、跳舞啊、各种技艺啊等等培养她，然后呢就使她成为妓女。然后结果呢又给那个国家给玛嘎达国带来了繁荣。后来呢这个萨拉瓦蒂就怀孕了，有了小孩。当时这个萨拉瓦蒂妓女她就想，如果我怀孕了，那些男人
看到我大肚子，他就将会不喜欢我了。于是他就对他的佣人说，他的奴婢说，如果以后有男人找我，你就说我病的。于是他就躲起来，躲了9个月，后来就生了一个小孩子。生了一个小孩子，然后他就叫他的奴婢说，你把这个小孩扔了啊，因为毕竟他身为妓女，烟花女子，有小孩啊，男人都不要找他了。就把它扔了，就扔到郊外。有一天呢，王子叫做无畏王子阿巴亚古马拉，就出外面，正好呢就经过那里，他就看到路边有好几只乌鸦在那边盘旋，他就叫他的随从说，哎，你过去看到底那是什么，为什么有乌鸦在那边盘旋。那些随从走过去就看到一个小孩，于是就把这个小孩捡起来喂抚养。当时那个随从看到了这个小孩的时候呢，那随从就报告无畏王子说，哎，他是一个小孩。那无畏王子说，他活还是不是还活着，他说，哎，是还活着。说吉哇嘎吉哇嘎吉哇嘎的意思就是还有命的意思，吉哇是生命，吉瓦嘎就是还有生命还活着的意思，所以吉瓦嘎是还有命的生命的。于是无畏王子就把它捡起来交给宫女喂养，所以这一个人就叫做吉瓦嘎国马拉巴加，巴加呢就是抚养喂养，这个人就称为吉瓦王子玉。等这位吉瓦嘎长到一定年龄，长到少年的时候，他就想，哎，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呢？于是就去问五位王子说，王子啊，我的父亲是谁，我的母亲是谁。五位王子说，我也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你的母亲是谁，我只是把你捡来养的。当时吉瓦嘎他就想，既然我没有父母，我生活在王宫里面，我没有任一技之长，那是不适合的。于是他就没有告诉无畏王子，不辞而别，就到了西北印度叫做达喀希腊那个地方。达喀希腊就在现在的巴基斯坦那边。古印度的时候呢，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专门学习各种技巧技艺的地方，那里的手工业很发达。这位吉瓦嘎就去到了达喀希腊，然后就去到了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医师，一个名医那里，请求他教他技术。那这个名师啊，这个大医师就收留了吉瓦嘎，然后就教他认识各种各样的药草。印度的药跟咱们中国的药也是相同的，它都是以草药为主的。就这么样，吉瓦嘎就在达喀希腊那边学习，学了7年。到了7年的时候，他就想，现在我已经学了很多的知识了，我已经也学得很纯熟了，但是如果一直学下去呢，是学无止境的。于是他就把这个想法报告了他的老师。那他的老师就说，好吧，那你现在看你自己可不可以出师，我就给你一个篮子，你就在这个达喀希腊方言一游行大概有十几里，你去寻找，你去看到任何的这些植物，只要你发现有不能做药的，你就把它采下来放在篮子里面。那吉瓦嘎他就提着这个篮子就到了达喀希腊周围，一直走了一游行的地方，结果他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植物不能做药的。
然后他就回到他的老师身边，跟他老师说：“老师啊，我走遍了达卡西拉这里的方言一游巡，我没有发现任何一棵植物是不能做药的。”那他的老师说：“很高兴，说很好，你学得很好，你现在可以出师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公元前六世纪，印度的医术已经很发达了，发达到当时的医生可以看到所有的草，看到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做药。于是智慧吉巴嘎他就告别了老师，就往王石城的地方进发。他在途中又医了很多的人啊，医了一些长子的子啊，一些很难医的疾病啊，甚至当时用手术开刀，开脑颅的刀都有。这些在律藏的一篇《吉瓦嘎坎达嘎》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后来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玛嘎达国摩羯陀国，就成为了国王宾比萨拉王的御医。是专门为国王医病的御医，同时他又医好了佛陀的很多病，比如说有一次佛陀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可能跟血液有关的病，当时吉瓦嘎呢就用一种很厉害的药帮佛陀治病，但是由于这种药太厉害了，他不敢直接用药在佛陀身上用药，于是他就把这种药的药粉撒在莲花上，然后对佛陀说：“佛陀尊子，请您闻这莲花，你闻了这个莲花之后呢，你将会拉十次肚子。”结果佛陀就打了这个莲花，结果闻了之后呢，先后拉了十次肚子，之后呢他又再用另外一种方又撒在莲花上，又跟佛陀说：“尊子，您闻了这个您还会拉十次肚子。”然后呢佛陀一次也是拉了十次肚子，到第三次用药的时候呢，他就说：“尊子，您闻这朵花，你闻了之后呢，你就会拉九次肚子，然后你再拉了九次肚子之后，你再洗一次日水澡，然后呢再拉一次肚子，您的病将会好了。”结果呢他就用这种方法治好了佛陀的病。当吉瓦嘎他见到了佛陀的之后呢，他也对佛陀产生了很强的信心，成为佛陀的弟子，他也证得了出果，证得了出果入流果。由于他对佛陀有很强的信心，对佛陀的弟子也很强的信心，他经常跑去佛陀所住的竹园里的竹林去供养。当时他就想：“我经常要去供养礼敬佛陀，但是呢我的住所的家离竹园离竹林很远，倒不如呢我的那一座芒果园很适合佛陀跟僧团们居住。”于是他就在他自己的芒果园里面就建了很多的房间，建了很多的住所，而且呢专门为佛陀建了一间适合佛陀住的甘达谷地厢房，然后在芒果园周围建了一道18码高的围墙，然后他就邀请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去接受他的供养，接受他的饮食跟袈裟的供养。在佛陀用完餐之后呢，吉瓦嘎这位名医，这位吉瓦嘎王子玉呢，就用倒水滴水的仪式，就把这个芒果园就供养给以佛陀为首的僧团。那在这部经呢，就是发生在吉瓦王子玉的芒果园中。当时佛陀就住在这个芒果园，以1250位大比丘僧一起。比丘呢是以巴利语直接的翻译叫做比丘，翻译的叫做比丘，比丘
古代也翻译成比丘或者翻译成比丘。经文接着说，那个时候正值十五日乌波萨塔，是雨季第四个月满月的国母第日晚上，玛卡达国维迪希之子卫生燕王为诸王臣围绕着登上殿堂顶层的上面坐着。这里讲到的那个时候德那科萨玛耶呢，是指那一天正值十五日的乌波萨塔，也就是那一天正好是满月，是月圆日。乌波萨塔也叫做，在这里是指日子，是指斋日。乌波萨塔古代翻译成布萨。乌波萨塔有好几种意思，它是由梵语叫做乌波瓦萨塔所组合成的，它可以指在一个月当中特定的日子。一个月有四个乌波萨塔日，我们称为斋日。古印度的历法跟中国的农历一样，都是用月亮来计算的。那一个月呢，月圆日是一个乌波萨塔日，一个斋日。月黑日相当于咱们农历的三十，如果小月的话是二十九，这一日也是称为乌波萨塔日。然后在一个满月日到月圆日到月黑日是十五天，然后中间的第八天也称为乌波萨塔日。于是呢，一个如果一个月是三十天的话，那么就有四个乌波萨塔日，就四个斋日，即相约大概相当于咱们中国农历的初八、十五、二十三跟月底的最后一天。有时候呢，也把月圆日的前一天十四日、十五日跟月底的最后两天二十九跟三十加上去，那么一个月就有六个斋日。这六个斋日都称为乌波萨塔，这个是乌波萨塔的一个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如果在这几天当中所受的戒也称为乌波萨塔。为什么呢？因为在古印度外道往往会在一个月的四天当中举行聚会，然后他们就跟他们的弟子、他们的信徒说法，结果呢就拥有了很多信徒。佛陀就在宾比萨拉王的建议之下呢，也叫僧众们在这几天当中集会，然后向在家信徒们说法。由于在这几天有很多在家信徒前往寺院里面，于是呢佛陀就建议那些居士可以在这几天受持乌波萨塔的戒。那么乌波萨塔的戒一共有八条，所以古代翻译成八关斋戒，那也翻译成布萨戒，八条布萨戒。那这里的乌波萨塔的是专门是指在家众为了亲近三宝、为了亲近僧团所受持的戒，称为乌波萨塔戒。而在一个月的两天，即月圆日跟月黑日，所有的僧众，包括比丘、比丘尼或者比丘、比丘尼，都在要共住在一个区域，都在聚在一起诵戒。而诵戒呢，也称为乌波萨塔，称为布萨，要诵巴提摩卡。于是呢，乌波萨塔呢就有三个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指月圆日的意思。在第四个月满月的国母第一日晚上，这里的第四个月是指雨季的第四个月。古印度的历法把一年分为三个季节，即日季、雨季和凉季。
这里的第四个月是指雨季的第四个月。雨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雨季是从印度历来说呢，日季的第四个月呢，就是相当于农历的六月的十五日，那个时候是印度的四月的月圆日。因为一个季节有四个月嘛，那么第四个月的月圆日呢，是印度历的日季的最后一天，然后在日季最后一天的第二天就进入了雨季，相当于农历的六月十六开始的就进入了雨季。那雨季又是四个月，那在雨季的第四个月呢，就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大概是十月十五。对于僧众来说呢，必须在雨季进行三个月的安居，所以称为雨安居。在中国呢，时间上推算早了两个月，可能是用中国用印度历的四月月圆日，其实相当于咱们农历的六月十五，但是如果是把印度的四月搬到中国农历的四月，那就变成是早了两个月。中国在四月十六到七月十五正好是中国的夏天，所以称为节夏。但是在印度历呢，雨季呢是相当于六月十六，农历的六月十六到九月十五。那在到了十月十五，到了九月十五的时候，正好是雨季三个月结束那一天呢，僧团要进行自治，就是相当于邀请大家来批评自己如果发现自己有过失请大家指出。那再过一个月呢，就是雨季的第四个月，也就是雨季的最后一天。所以这里讲到的第四个月呢，是指雨季的第四个月，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在阳历十一月的月圆日，即相当于农历十月的十五这天晚上。由于这天晚上在印度呢是有一种莲花，称为古木达的莲花。古木达的莲花是一种白色的睡莲，这种莲花在傍晚跟夜晚的时候开，白天就合起来，这种莲花是很漂亮。由于这种莲花就是在这一个时候盛开的，所以在相当于农历十月十五日这个时候呢，就称为国母地日。在这一天晚上，当时的玛嘎达国维迪希之子卫生燕王为诸王臣围绕着登上了殿堂的上层。这里讲到的玛嘎达国就是古代翻译成摩羯陀国， Vedehi 是他母亲的名字，是皇后，他是玛嘎达国宾比萨拉宾比梭罗王的皇妃，他的儿子称为卫生燕王。卫生燕王巴利就叫阿加达萨都，阿加达萨都古代也翻译成阿什世王，他的意思就是卫生燕。为什么称为卫生燕呢？因为在他出生之前，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星象家就预言说，这一个人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是他父亲的敌人，国王的敌人。所以还没有出生就阿加达，敌人是萨都，所以还没有出生的敌人称为卫生燕。这个燕是燕敌的敌，敌人的意思。为什么星象家会这么样预言呢？据说这个王子在他母亲还怀着他的时候呢，皇后就产生了一个很邪恶的念头，他想要喝国王右胳膊上的血。
他有很强的冲动，就想喝他夫君就国王右臂上的血。当时他就想，这个邪念太可怕了，我不可以对任何的人讲。由于他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变得脸色苍白憔悴。国王发现了之后，就问他说：“盖钦啊，你为什么变得脸色苍白憔悴呢？好像有什么东西隐瞒着我，是不是？”王后说：“大王，请您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国王就说：“盖钦啊，如果您的心事不能够向我倾诉，那还有谁能够听你的倾诉呢？”国王就用各种方法催促他，追问他，跟安抚他，让他说出来。结果呢这个皇后维迪西就不得不说出了原因。那国王说：“哎，就这么一点小事嘛，为什么你认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于是他就叫来御医，就用金色的刀在他的右臂里划了一个口，然后用金色的网装从伤口里流的血，再混了水，然后让皇后喝了。结果星象家他听了这件事情之后，就预言说，皇后肚子里面的胎儿将会是国王的敌人，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将会杀死他的父亲。皇后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哎，我现在怀着这个小孩子出生之后将会杀死国王。”他就想要堕胎把这个胎把它打掉。于是皇后就去到公园里去公园里面去叫人去踩他的腹部。但是呢，尽管是这么样，还是不成功一次又一次都不成功。国王看到怎么这个皇后最近的行动有点怪，老是往公园里面往花园里面跑。在追问之下呢国王就知道了。他说：“哎呀，爱卿啊，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你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你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大灾难将会降临在我们的国土了，以后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吧。”皇后就不得已就没有再堕胎了。而国王也是生怕他再堕胎，于是呢就派警卫专门守护着他。当小孩子出生了之后，他就想我要杀死他，杀死这个小孩。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见到自己的小孩，就吩咐身边的人说把这个小孩抱走，然后把他。结果呢，这个警卫就把小孩子抱走了，但是他并没有杀死这个小孩，而是偷偷的叫人抚养。过了一段时间，当王子长大之后呢，就长成一个小孩之后呢，就把这个小王子带到皇后面前。当维迪西皇后一见到他的孩子，立刻就产生了很强烈的母爱，从此以后呢再也不忍心杀死他的儿子了。后来呢，宾比萨拉王又封这个王子为父王就是为他相当于我们说中国的太子一样。那时光过得很快，到了佛陀觉悟的第37年，30年那个时候呢，佛陀也应该是年老了，已经是72岁了。那个时候呢Devadatta提婆达多他在心里面就想就升起了一个这样的坏念头。他就说，佛陀的弟子上首弟子沙利子有很多的随从
摩嘎拉那尊者、目犍连尊者也有很多的随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随从，我也应该要有随从，我也应该要有人来追随我。但是他又想，如果我自己没有名闻利养，谁还会来跟我呢？他就升起了这么样个坏念头。然后他就想，而在这么多人当中，王子魏生彦是很有前途的，因为他以后将要继承皇位，成为国王。那就让我去攀他的缘去收买他的心。因为Devadatta他在出家了不久就修得了神通，于是他就拿着衣拿着钵就进到皇宫里面去，就到了太子的寝室，允去了他的本形，就变成一个青年。这个青年呢，就身上缠着三条蛇，就走到了魏生彦王子的面前。当时魏生彦王子看到了这个腰缠跟头脖子也缠着蛇毒蛇的一个青年，就感到很害怕。那当时呢Devadatta就提婆达多，他就说，王子你是不是很害怕？他说是啊是啊，我是很害怕，你是谁？他说我是 Devadatta。 那王子说，既然你是 Devadatta 尊者，那请您现出你的本形不要这么恐怖吓人。于是呢 Devadatta 就现出了他的本形，就也是仪表威仪的拿着钵穿着衣站在王子的面前。于是呢这个王子想，啊，这位尊者确实是有大神通大威力，于是就对他产生了信心，每天都用500两吃的食物去供养 Devadatta。 于是呢 Devadatta 就变成了有很多的随从，然后拥有了名闻利养之后，他就想，我现在也算是有小有名气的，我倒不如再想要向佛陀去篡夺僧团的领导权。于是呢就在一天，佛陀就正为大众说法，当时呢国王也在，当时宾比萨拉国王也在。然后Devadatta就来到佛陀的面前请求佛陀说，尊者，您现在已经年老了，那个时候佛陀已经72岁了，已经年迈了，已经年岁已高了，你应该退位了，应该安享宪法乐住了，就请您把僧团的领导权交给我。那个时候佛陀就说，Devadatta你不要这样说。第二次他又这样请求，佛陀又拒绝了他。第三次他还请求佛陀说，我甚至不会把僧团的领导权交给像沙利子、像摩嘎拉那这样的大弟子，我怎么会交给你这么一个卑鄙的人，你这个低贱的人。当时呢 Devadatta 听了之后呢，当时佛陀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吃唾沫吃唾液的人。因为当时 Devadatta 他为了讨好魏生彦王，他竟然吃魏生彦王口中吐出来的口水，所以佛陀这么样呵斥他。当时 Devadatta 由于本身他也是出生王族，而且他很傲慢，他以前又有神通，他就想，佛陀既然在大众面前呵斥我、毁谤我，说我是一个吃唾沫的人，于是他就怀恨在心，就准备杀死佛陀。他就想，软的不来，来硬的。于是他就去到了皇宫，就跟魏生彦王说，因为他想要杀死佛陀，他必须得先要有手段，要拥有能力。但是因为当时的国王宾比萨拉王、宾比娑罗王他是佛陀的弟子，所以要杀死佛陀谈何容易。于是他就教唆
卫生燕王说，他说，太子啊，古代的人很长寿，但是现在的人很短命，你可能在还没有来得及继承王位的时候你就死去了。那卫生燕王子就感到很害怕，他说啊，迪瓦塔他尊子有大神通大威力，他将会知道未来，于是他就说，那我应该怎么办？迪瓦塔他说，你杀死你的父亲，然后我再杀死佛陀。你杀死父亲做国王统治国家，我杀死佛陀，我统领僧团，你是国王，我是法王，他就出了这么一个鬼点子。那太子他就心想，确实这个迪瓦塔他有大神通，如果我不杀死国王的话呢，我不杀死自己的父王的话，我有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做王了。于是他就在迪瓦塔塔的教唆之下呢，就把刀绑在大腿上，在白天的时候就潜入了国王的寝宫。由于他没有经验，感到很害怕，鬼鬼祟祟的潜进了寝宫，结果就被守卫在寝宫门口的侍卫发现了，就把他抓住了。抓住了之后呢，就问他说，然后就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大腿里面搜出了刀。然后当时这侍卫就把他交给大臣，然后大臣就审问他说，你想干什么？他说，我想杀死国王。你为什么想要杀死国王？因为我想要做国王。当时那些大臣们就在一起议论说，大臣继续问，那到底是谁教唆你的？他说，是迪瓦塔塔提婆达多教唆的。当时那些大臣就说，要把这个王子跟迪瓦塔塔还有所有的比丘全部杀掉。有另外一些大臣说，那些比丘们是无罪的，应该把这个王子跟迪瓦塔塔杀掉。还有另外一些大臣说，暂时不要去杀王子，也不要去杀迪瓦塔塔跟杀比丘，我们先把这件事情禀告给国王。于是他们就把王子押到国王的面前，然后国王就问说，国王问清的原因，就说，你为什么要来杀我？王子说，因为我想要做国王。那因为他的父王宾比萨拉王是一个很正直很儒法的明君，他说，既然你想要做国王，好吧，那我就把王位让给你吧。然后呢，就把王位让给了卫生燕王子，于是卫生燕王子就做了国王。当卫生燕王登上了王位宝座之后呢，他就去通知迪瓦塔塔，那迪瓦塔塔又来到了王宫，他跟卫生燕王子说，就好像有人把一头狼关进了笼子，他就认为大功告成了。你现在以为你已经完成了任务了，再过不了几天，国王他一想起你曾经想要杀害他，他可能就会把王位夺回来。那国王卫生燕王就问了，那尊子，我应该怎么办呢？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杀死他。那当时卫生燕王说，但是我作为一个武士，我不应该用武器杀死我自己的父亲。那迪瓦塔塔说，既然你不能够杀死你父亲，那你可以
不让他吃饭，饿死他。于是国王就把他的父亲打进了死牢，关进的酷刑的牢房。这个酷刑是专门是用火熏烤犯人的地方。他就下令说，除了我的母亲 Vedihi 之外，任何的人都不允许见我的父王。那皇后 Vedihi 就在见国王的时候呢，就把食物装在小盒子里面，然后就绑在腰部，绑在腰部，就进到死牢里面去探望他的夫君。国王吃了这些食物，因此就维持得以存活下来。又过了一段日子，国王就问说：“国王，那老国王死了没有？”结果他发现老国王还没有死。那为什么没有死？原来是他的母亲把食物在腰里带到死牢里面去。然后他就说，从此以后不允许我的母亲在腰部绑任何的东西进去。于是国王皇后呢，又把小盒子里面装了食物就绑在他的发髻里面，就在他头上，然后把他头发缠着，把发髻里面潜进死牢，又把食物带给了老国王。于是国王又继续的存活下去。过了一段日子，卫生燕王又发现他的父王还没有死，然后他知道原因之后就说，从此以后不允许他绑着头发，要让他的头发放下来，让我的母亲的头发放下来，不允许他绑着头发进去。于是呢，皇后呢就把食物就放在一双金色的鞋里面，封好鞋，然后呢进去，然后再把食物给国王吃，国王又这样生存下去。过了不久，过了不久，卫生燕王知道了之后呢，就说以后不允许我的母亲穿着鞋子进去。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皇后就每一次要进去探望他的夫君的时候呢，就先洗好澡，然后呢在身上涂了香水，之后呢再抹了蜜糖啊、糖啊、油啊、酥油等等，再涂上身体身涂在身上，然后穿好衣服进去死牢里面。那国王就靠舔他身上的糖啊、蜜糖等等，得以存活下来。后来这种做法又给卫生燕王知道了，卫生燕王就很生气，就下令说，从今以后不允许我的母亲再进入死牢里。当皇后听到了这个命令之后呢，就在牢房门外大声地叫说，啊，我亲爱的丈夫啊，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呢，你就不让我杀死他，你现在你已经养了一个你的敌人，现在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从今以后我也再也见不到你了。如果我曾经做了任何的错事，请您原谅我吧，大王啊。他就痛哭流涕地走了。从那个时候呢，国王再也得不到任何的食物了。但由于他在见到佛陀第一次见他在第二次见到佛陀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还是菩萨，第一次见到佛陀的时候，他就通过听佛陀说法而证得了初果。于是他就在牢房里面来回的行走，来回的惊醒，身上发出了光芒。那过了一段日子呢，太子又问说，父亲啊，你为什么还活着？当他知道了之后呢，他知道他的父亲不仅仅还活着，而且还容光焕发。那太子就想，好，你现在走来走去还能够活着，我就让你不能走。于是他就命令理发师，就命令剃头匠说，你们去用剃刀把我父亲的脚底板把它割开，
然后呢撒上盐跟撒上油，之后呢再放在烧得火红而没有烟的木炭上烤。当时在死牢里面的宾比萨拉王看到了理发师他们来了之后，他还心想着是不是应该有人通知我的孩子叫这些理发师来帮我剃头然后放我出去啊。当理发匠走到了宾比萨拉王面前之后向他顶礼，然后站起来，那老国王问说，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理发匠说他收到了命令，说要割开你的脚底板，然后撒上油跟盐，然后放在火上烤。老国王说，你们应该按照你们的国王的命令去做。于是呢理发匠们就请国王坐下来，再次向他顶礼，然后说，大王啊，我只是执行现在国王的命令而已，请您不要见怪。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像您这么样一位正直如法的国王是不对的。于是呢他们就用左手抓住老国王的脚踝，用右手握住剃刀，就割开了他的脚底板，然后撒上盐跟撒上油，之后呢再放在火红没有烟的木炭上烤。这个时候老国王就感到极烈的痛苦，他在感受痛苦的同时意念之佛陀，意念之法，意念之僧。就在意念佛法僧的当下，他就好像被抛在佛塔平台上的花环一样，孤萎一样，就在痛苦当中死去了。由于他已经证得了出果，所以他就投生到四王天，四大王天，就是的在北方天王 Visavana 天王的部属，他的名字叫做 Jana Vasapa， 就是人中，他的意思是人中的公牛。他投生为一个夜叉。这 Jana Vasapa 呢这个故事呢在长部的迦纳瓦萨帕书当里面也有讲到，这是讲到就是宾比萨拉王死了之后呢投生到天界，成为一个很漂亮很光明的夜叉。然后他描述天界里面的人怎么样去礼敬佛陀，赞颂佛陀的。就在国王死去的同一天，卫生院王的儿子也诞生了。两种消息同时传来，一个是老国王的死讯，一个是新王子的出生。当时那些大臣们就说，我们应该先报告哪一个消息给国王呢？于是他们决定先报告喜讯。他就跟国王说，国王恭喜您已经生了个小王子。当国王一听到自己的儿子诞生了，立刻他的全身充满了父爱，就对儿子的父爱，那种爱使他全身震动，甚至渗透进他的骨髓里面。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体验到做父亲的滋味。然后他就接着想，哎，那我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是不是也是这么样对我的？于是他就下命令说，来人啊，赶快把我的父亲放了吧。于是他的部下接着报告说，我们怎么能够放他呢，大王，他刚刚已经死去了，刚刚已经去世了。当国王听到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之后呢，立刻就跑去他的母亲维迪希王后那里，就说，母亲呢，在我出生以后，我的父亲是爱我还是不爱我呢？他的母亲说，傻孩子啊，你在说什么话啊？当你还小的时候，有一次你的手指上长了一个小脓包，就长了一个脓疮，由于脓疮使你痛，你就一直痛在那边哭，谁都没办法哄你，
没办法让你不哭，平息你。于是我们不得不把你带到办事厅，你父王那里。你的父亲二话没说，就把你手指上的脓疮就往他的嘴巴里面放进他的口中，结果那个脓疮就在你的父亲口中破了，脓和血都流出来，但是你的父亲并没有把脓和血吐出来，而是出于对你的爱，他把脓血吞进去的。这就是你父亲对你的爱。那卫生燕王听到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是这么样对他，也是痛哭悔恨，悔恨他当时做的错事，为了篡夺王位而杀死他的父王。那么这一件事呢，就是在卫生燕王杀死他的父王，杀死他的国王父亲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至于接着这个国王他怎么做呢，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在后天晚上一起来学习的。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先再简单的解释回向的意思。我们把在今天持戒的功德、禅修的功德、布施的功德、听闻佛法的功德，愿所做的这些功德都成我们能够早日断尽烦恼、证悟涅槃的助缘。当然呢，也不要忘了，我们也应该把所做的这些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祝愿一切的众生都能够随喜我们所做的功德，愿他们都能最终能够离苦得乐。下面大家请合掌，跟着我一起念：一当咪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何都，一当咪不娘，尼巴那萨，巴扎哟何都，玛玛不尼帕冈。สัพพสัตตานัง บาเจมิ เตสะเป เมสัมมัง บุญญาภากัง ละปันตุ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众生，愿一切众生同得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